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相信各位都知道老爹哦，弯三井哦，有点喜欢扛着干扰投球哦。那么老爹这一次啊，来打算把老爹的这个球服哦，我绝不认输。本来每一件啊都是三分加三啊，我绝不认输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都是三分加三，我轻言放弃，我绝这才是我。那么这次老爹决定哦，把它改成抗扰加三，没问题。哎，我绝不认输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我绝不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好，没问题。干扰加三，哎，靠腰，是抗扰啦。我用错啦，哎呀，浪费我的券啊！是抗扰加三啊，我也是醉啦。我去，好的，真正的没问题。抗扰加三的三井文来迎圣灵。那么我们再打一场排位赛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抗扰型三井文吗？抗扰型三井文就是我顶头都可以进哦，我的抗扰很高啊。好，来，一掌大师兄。好，我一样选我们的三井文。我们队友有角田啊，有角田可以啊，射爆对面啊，哈哈，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好，没问题，我爱你，你也爱我。我们来，潜能大师，猛士如云。有角田哎，我觉得这一把很稳哎。再加上老爹现在是抗扰型三井文，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啊。抗扰型三井文，来迎圣灵。好，我也不能够输给他们。好，受干扰了。小看不起高阳。不要急，传这里。好，比数来到0-2，我们继续。我抗扰型的怎么会没进啊？好，没问题，直接一个空位三分球，比数来到3-2啦。好，4-3，我们再来3-4。好，受干扰没有进，5-4啦，改的好啊。不要急，传这里。5-6，没关系。来呀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各位观众啊，抗扰型三井文就是这么强。早知道不传球了，抄什么球啊？太好了，没有进，看到了吗？抗扰型三井文，比数来到11-6啦，完全没问题。
奥斯一比八，现在已经领先了，我们不急着投三分了。称呼我神奈川首席后卫。来，哎，靠腰，传得漂亮。哎呀呀，太勉强了。怎么样，看到了吧？哎呀，这个是工程的啊！怎么样？哦，比如说叫11比4，不行了，这样子这样不行了，又要再投三分了。13比10，一样领先三分球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这死工程都会抄我的球啊，很讨厌啊。哎呀，好，13比12，我们再来。哎，不是啊，这个不要急，传就得。这工程也太会抄了吧，很危险啊。最好的位置。哎，你们那一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那一队啊，不是骗球就是抄球啊！不要急，传就得。你们那一队啊，你们那什么鬼队伍啊？喜欢抄是吧？来呀、啊，喜欢抄是吧？来抄啊你呀、啊！喜欢抄我给你抄啊！好，手感老近了，比出来到16比16，我有大了。不到最后，绝不轻言放弃。尽量传球给我，再来一球，完全没问题。比出来到16比16，大声告诉我，我是谁？啊，我爱你，你爱我了。对面那个不是骗就是抄啊。该死！怎么样，看到了吧？来呀！怎么样？23比16啦！三井文开张啦！啊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！想干嘛？怎么样，看到了吧？我们已经赢了，不用了，来，直接灌！传得漂亮！哎，靠腰。我想要他在要球，哎，好，22比18，没问题啊，稳扎稳打就赢了。哎，靠腰，对面真的不是，比赛就该这样，很爱抄又很爱那个，干得好，最好的位置，对面很爱抄又很爱骗啊，靠腰啊，打垮他们，篮板球是我的了，好，剩下2秒钟。看老队能不能射进最后一球。靠腰，好，太晚传给我了，太晚传给我。好，没问题，各位观众，老队的抗老型三井文就是这么强悍哦。那么，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我们这个一掌打死熊9个篮板啊。